当时他追我的时候对我特别好，但是在一起之后我感觉他的心思就不在我身上了。我当时第一眼看见他就挺喜欢他的，后来就一直追他，我觉得我们性格挺合适的。他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跟我吵，我觉得挺没必要的，我觉得我们俩没什么大问题，没必要闹到分手的地步。他异性缘特别好，身边有很多玩得好的女生，而且对我也越来越不关心，我真是不知道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这个异性缘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要来到这里呢？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申，23岁，来自江苏，学生。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安徽，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学生，欢迎两位哈。你要来的？不是，我要过来的。你要过来的？对，就我把他硬拉过来的。你拉人过来干嘛？他要跟我分手。哦，分手，是不是因为太花心了，小子？不是啊，不是啊，不是，慢慢说啊。为啥要分手？是因为相处久了，很多就是方面的问题。相处了多久？就是大概也就一年了吧。是一个学校的吗？是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业的吗？哦，一个专业。一个班的吗？不是，因为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和在现在就对我的那个态度就是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他追我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军训，然后他就会做一些让女生都感动的事情，像送水啊干嘛的。然后就我那一次晕倒了，他还背我去医务室，然后那时候就加了微信，就互相聊天啊，他会经常找我。有一天晚上我说我今天很不舒服，就可能有点生病了，然后我说我先睡了，然后结果几分钟之后他就让我下楼，然后我下去之后他就直接把我给带医院去了，然后陪我就是打点滴啊干嘛的，他就一宿都没睡。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生病了或干嘛的，他就直接口头上的说你多喝点热水。我说这热水是谁都会说。那你以前生病你刚去学校那边对不对？那你现在谈久了以后，你那个宿舍我给你准备药箱啊，什么退烧药、感冒药啊，什么药都有，我肯定让你多休息嘛。我还能说你生病了，我再说我带你去医院，我再给你送盒药去，一天送一盒。那可不得这样吗？那我跟你说，那你就不得多关心我一下。我哪没关心你？你就让我多喝点热水，什么早点睡觉，那就是。那肯定多休息。你说你感冒发烧，你还在那玩手机，还能熬夜，那能好吗？那你就不能想到其他的方式吗？你就只知道这一种方式，对吧？不是，哎，你是来干嘛的？哦。牢记今天来的使命。然后还有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他的在对朋友的一些方面，就是比对我重要。我都不知道他把我放在心里边都靠边靠边的位置了。哦，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就是一般上大课的时候都坐一块儿的啊，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给我占位的时候还把他朋友就跟他占位。他就是左边是我，右边他朋友，就是然后他朋友是男的室友。课前的时候他跟他朋友聊的就特别嗨。然后我就坐在那儿也融不了什么话题啊，就干坐着，就比空气还透明的那一种。你也聊啊？都男生，我聊什么呀？都是他朋友。那你听啊。但是如果是你，你开心吗？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男朋友跟他朋友在聊。我没有男朋友，这个假设不成立啊。他说我就是跟别人聊特别开心，不理他。然后我说那下次我跟你坐一起好吧？他说好啊。然后下次本来上课了，我说开心过去了，过去以后我在那儿坐了，我说你们别过来，我女朋友过来。然后他就跑到跟他室友坐了，我说你过来啊，然后不理我，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发过去，他不理我，我都看他手机放桌上，咚咚咚咚咚在那响，然后他不接。那你知道你尴尬了，那当时那我坐那儿我不尴尬吗？还有就是他都不止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俩就是一块儿去约了看电影，然后结果就是离电影开始就是还有半。然后学校距电影那么近，打个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那下班高峰期你不得提前呀？不怎么了呢？就是那个车是停在我们学校对面的，然后他就直接过去了。当时我们学校那边马路上是高峰期，车多也没有红绿灯，我就在他后边，我就等，我越等越生气。你就直接过去了，也没有拉着我，万一被车撞了怎么办？我就没拉你个手，你就被车撞了，怎么可能？那师傅在对面，我先过去把车打开门让你进去不是吗？那你以前对我，你都是直接牵着我或者直接一块过去的，你这后来你都。我没钱你又不会说怎么怎么样，就那一次那你就置我的生命于不顾呗。
就那次我没拉他手那次，然后人家司机师傅就车也叫了，电影票也买好了，不是吗？我说他给我发脾气，我说咱先上车，上车以后什么都好说，你想干什么都行，不乐意你不上车我就不。然后当时学校门口那么多来的学生老师都认识我，就感觉挺尴尬的。我说咱上车先说吧，电影票都买好了，什么不愿意就不。然后司机师傅在那看着，在那劝，不开心就走，转身就走，就走了。吼半天那天哄好以后，后来他又提了这个电影没看成，我说那怎么办？都下架了怎么办？对不对？我说有电脑找个资源看一下呗。那在电脑上跟在电影院看感觉能一样吗？那谁不去的呀？那如果他直接牵着我过去，那不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吗？知道错了，求您上车，您不是不上吗？那他跟之前的态度都不一样。哎，我就没拉你一次手，你就扯到生死危机了，你就怎么怎么样了？以后记住牵手，牵手，牵手。